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史不创意》。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我们，或者点赞收藏哦。任何汽车、飞机都需要油才可以跑或者飞行。做交通工具的时候，常常忧虑油突然不够。想象一下，交通工具没油了，也就是下车罢了。那要是飞机飞到一半没油了怎么办？跳飞机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款太阳能飞机。阳光动力二号是唯一一架长航时不必耗费一滴燃油的飞机，它可以连续飞行的太阳能飞机。阳光动力二号翼展达72米，超过体积最大的商用客机，重量2300公斤，与一辆家用汽车相当，所需能量完全由太阳能电池板提供。在这么小的机舱内，有2名飞行员轮流驾驶，可以连续飞行5天的时间，速度在每小时50至100公里，飞行天数最高可以飞行25天。这款飞机拥有着17248块光伏电池，它们直接平铺在了机翼上。飞机翼展要比波音747的客机更长，因此也能让电池发挥最大优势。与电池相匹配的是4台17.5马力的电动机，可达到97%的效率，最高时速可达143公里。飞机电力系统有电机螺旋桨、能量管理系统及减速器等。这款飞机的机体选用极轻、承载能力强的材料，其中既有碳纤维，也有泡沫等。阳光动力二号首次飞行将历时5个月，降落12次，在重庆、南京停留2站，飞行时速为50至100公里，在太阳能动力的情况下，行程为3.5万公里。这款太阳能飞机顾名思义，它是利用太阳能作为动力的飞机，在机翼上表面装有太阳能电池板，吸收存储太阳能，并将太阳能转化为电来工作。好了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我们，更多精彩创意视频，关注史不创意。